来，有请小宋。哇，你的睡衣也很好看哎。来，我们挑选一个你今天准备的礼物吧。哇哦，这是什么？要拿上你的美团外卖袋哦。好，开始你的走秀。走秀。永远都在状况外这一位。好的。哇哦，你每天要抱着尖叫鸡才能睡着吗？没错啊。好的，很特别。好，接下来登上红毯的是时代少年团刘耀文。耀文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东西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我怎么犹豫了呢？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泡泡机。有泡吗？应该没有泡。好的，已经被他玩完了。OK， 帅气。风扇吗？好的，谢谢耀文。接下来登上红毯的是时代少年团张真源。哎，好帅呀、啊！哎，再一次。你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东西？我看到一个适合留给下一个人的，是啥、啊？别挑了，哥。最近总这个吗？就四斤。美团外卖里面的东西太好了，不知道应该选哪个。哇哦，好特别哦。小二，为啥你也不抱啊？因为他已经抱过了。双手。因为已经抱过了，这个是抱过的，这是抱过的。抱拳，真的假的？这个丝巾是说一说你的穿搭理念。泡完澡吗？穿搭理念啊。本来想给我加点这个的，然后走个秀，没关系，一会儿我们给你换一个。好，接下来走上红毯的是时代少年团严浩翔。哎呀，看看留了些啥。那我拿这个吧。带来是什么好东西呢？哈哈，是你们是不是专门把这个留给的？哦，哎，看到这个就知道。哇，要相信光是不是？翔哥，这个抱过了是吧？这个好看，袋子哪里？还有你的袋子，我还有袋子没拿。对，包过来气还这么足啊？好，可以的。没包啊。OK。好，欢迎。大河之界，天上来。好，接下来登场的是时代少年团贺俊霖。听到刚才呼呼呼的吗？哦，可爱的睡衣，都是熊猫是不是？好，你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东西？小贺说：“我也不知道什么。”给我留了个啥呀？哦，看起来有点是个披风啊，有点厉害，这有点可爱在身上，我们披上走好不好？这个秀，这是斑点，哦，裙子，所以我不敢选这个，我也不敢选，是吗？啊，你这对人礼貌吗？尊重我吗？波点披风，嗯，很贵气，来走起来，开玩笑的，看一下，牙签一直很正直，好，哦呦，可以，小王子来了，欢迎，请入座。送快递来了，美团外卖员风一般的速度。好，把你的美团外卖交给我吧。好，欢迎各位。好，都登场完毕了，我们几个齐刷刷的穿着睡衣开启了今天的帅衣派对。那首先还是请我们时代少年团的弟弟们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美团青春代言人时代少年团。哦，欢迎。Hello， 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马佳琪，欢迎。Hello， 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丁程鑫，欢迎。Hello， 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曾雅轩，欢迎。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刘文，欢迎。Hello， 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张真源，欢迎。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严浩翔，欢迎。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贺俊霖，欢迎。好，欢迎弟弟们啊！我们你看，再次强调一下，今天我们非常的欢乐啊，睡衣派对，所以有很多啊好玩的环节啊，然后有很多像我们大学生的这个卧谈环节也会有啊，南大环节啊。然后屏幕前的大家呢，也千万不要忘了啊，我会持续提醒你们。首先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右下角的这个小黄车里面有很多好东西，千万不要错过了，里面有我们时代少年团代言的炫麦，还有肯德基。啊，今天给大家特地准备了专属的优惠，所以记得去下单，以及还有美团很贴心为我们挑选的超级补贴，
充对品啊，也是不容错过的优惠，那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另外呢，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团四方的独家礼盒啊，也是会不间断的在我们左上角的福袋进行发放的，所以大家在收看我们的直播的同时呢，可以多多的点赞，多多的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好不好？对，好。好，那我接下来宣布今晚咱们时代少年团的睡衣趴正式开始。好的，接下来大家起立，我们一起移步我们的游戏区。好，我们走起来。是的，马上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一轮游戏，有请。那还有啊，我们今天还有一些不定时掉落的福利啊，比方说有两个价值1123元的红包会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由我们的十团的弟弟们亲自给大家送出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大奖。好可爱呀！来，大家先站好了，我们站好了，朋友们站好了。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我要介绍一下啊，是我们美团团购专区。啊，这个呢是我们啊接下来睡衣趴的第一个游戏啊，团了才能吃筷子合作挑战啊。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桌面上这里摆的是我们美团代言人 DIY 的餐具套装周边。那接下来呢，我来说一下规则啊。那成员们通过抽签分成2、2、3、3个小组，每组呢的两个人要各自用一根筷子和对方配合把食物喂给对方吃。那三人组我们可以选择有一位是专门被大家投喂的啊。那每组呢一共只有1分钟的时间来完成这个挑战。那在规定时间之内完成挑战菜品这个样式最多的这那一组就是获胜方了，好不好？那也要感谢我们美团团购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那再次 Q 到我们这个筷子很可爱啊，然后上面还有一些大家的这个可爱的头像，是我们 DIY 的餐具套装周边，也会抽送给大家。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抽签好了。对，这里是我们的抽签牌，然后大家可以就是对我们传递一下吧。对，一人抽一个，拿到了会有数字的。我要这个，你小份选一个吧。都行。三，其实我选这样，抽到一的都站到我这边来，抽到二的依次，抽到三的站到这边。你们是三，两个，三个吃吗？二，那你们抽到一的先来。嗯，好啊，你们两个先站到中间去。我们都给你吃。筷子怎么吃玉米呢？你们先挑选，我们筷子吃玉米，多吃玉米。他是要看谁？这样，我们先跟大家说一说，第一组是哪两位？举个手。一号组，一号组是你们两个，二号组是哪两位？我和亚轩。好的，然后你们三个是三人组是吧？好，我们先请一号组来挑选你们的餐具，还有这个可爱的头像，组装一下。最可爱的头像，大家都可以挑选一下你们的这个餐具，还有组装的这个头像。一个，我们只能拿一只是吧？大家一定要通力合作啊，因为我们这个环节可是有惩罚的哈。哪个是？这个是没了。我们干嘛？这个是你，就这样行吗？没找着。可以，可以，可以。都组装好了吗？每个人手上都有东西了吗？有人说差不多最好玩的。来，我赢的条件是什么东西啊？赢的条件紧张，只要一个的吗？赢吧啊！已经开始了吗？没有，我们还赢的条件是你们吃到的种类越多分越高，挑战好一盘的种类就得到一分，好不好？明白规则了吗？明白了，明白了。就是吃到每一盘就记得一分啊，每盘多吃是不会另外得分的，好吧？好。我来吧。好，这样，我们先请第一组站到我们中间，其他人我们往两边散一散。好，只拿一根筷子。我也想参与。这一人只能让他们俩先玩。加入。一人一根吃吗？就是左右手配合。我感觉。然后你们看你们喂谁都行。准备好了吗？先来，先计时喽。这个没问题吧？吃这个没问题啊。三、二、一，开始。哎，要左右两个筷子一起配合，这样不能算啊。好好好。谁吃啊？两个人一起吃啊。好。一分，还是要夹哈夹哈。对不起对不起，夹哈。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游戏就这么玩。对啊，我完全没想到。好，两分，算你们算你们。这是人有夹哈，朋友们夹筷子啊，咱中国人咱这个筷子功啊，咱就说来夹住了吗？因为筷子还可以扎。这个好，这个夹，我们这个夹。还有20秒。前两天。晚上没吃饭是不是还？是的，没吃饭。OK， 这么能吃啊！我给你们端过来吧。最后10秒。这么赶，这赶的。十，不能用手了啊！没有没有。啊！哇！六、
坏了！我的蛋，我的蛋。好，时间到，时间到。坏了！那个，没事，咱就是一会儿我们清洗一下再吃。没有病，放这边，真不是故意的。这个先放到这边来啊。我们刚刚这个应该是五分，是不是？没有，六分。那就一起吃掉咱们五分啊。嗯，不是，这个也吃了，这个可能你们刚刚这个破坏太大了，我们这个纪律老师给你们减一分啊。来，那我们也是吃了的呀，肯定减。来，六分是吧？请其他几位登场，把这个用我的筷子放这儿。第二组，哇，没事，够了，我们看看啊，先吃个。然后接下来我说一下规则啊，就是两个筷子一定要同时使用，听到了吗？然后不能只是戳啊，不能只是戳，不能只是戳啊！来，三二一，计时开始。你用力，三二一，好厉害啊！加油！太难了，来，快，开始了什么？左右可以戳，来，配合，不能太明显了，不要又戳了，配合，还有欢呼声哎，谁在欢呼？来，配合，好，过去三十秒了，来配合，这不是青石吗？来，配合。好，三分，来，配合，不是你那个再吃也没有用了，你是饿了吗？你要吃的越多越好。来，配合，果不其然，就是戳的，你们戳也得两只一起戳。来，配合，不行，杨翔这不算，这个你们两个没有配合。不，来，快点，配合，五、四、三、二、一，时间到，这个是也是五分。也是五分啊！看来现在目前比较难的是开拓了新思路，对吧？你就是说是不是用筷子吧？开拓新思路是这样的，这两个呢可能不太好戳啊，所以比较难，是吧？没有啊，用这个嘛，筷子头也可以。新思路，好的。咱们美团设计这个初衷就可能是你的胃也算配，DIY 餐盒当勺子用是吧？对，当勺子用。好的，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好的，目前一组和二组都是各获得了五分，所以接下来这个三人组，你们有分工吗？要不要说一下你们的分工？他吃，我们夹。等等，还没计时开始呢，说一下你们的分工吧。谁负责专门负责吃吗？我吃。马哥，你只负责吃是吧？对。那感觉主要就是考你。嗯。然后其他两位，他不用拿筷子吧？就不能，就无论你们什么方式，但这个一定要这个食物是两个筷子一起给他送进嘴的，好吧？可以吗？哦。好，来喽，三二一，计时开始。哎，这么大一块，你挑个小的嘛！哎呀，哎呀，让马哥多吃点，是吧？他比较瘦，不是吧，兄弟们？又，加油！哇，你们两个，两个筷子，两个，就是在烤马嘉祺的颈椎吧？这，加油！好，现在两分了，哇，没食欲了，哥，过去了二十秒，哥，没食欲了。好，三分，太棒了，马嘉祺，现在直播。三分钟，四分，不算，太能吃了，还想多吃一块儿。这还是肉，不行，要吃白菜，要吃白菜，这是菜了，这是菜了，别盯他了呀，这是另一盘菜。好，哎，你们时间还把握的不错啊，还有二十秒。不行，不能这样吃，真的在考马嘉祺的核心力量。哎，我们有前世。哎呦，这往上拿一点呢。有人在捣乱，好，最后的坏了，不是这种捣乱的，足球赛场，六、五、四、三，朋友们，二，来，一，哎，吃了，游戏能玩，弟弟们，咱这桌子怎么就飘下来了？他这个舞台移动了，他往上斜了，他这个桌子往下滑，心在哪里，舞台就是在哪里。我刚刚一直扯着他，我脖子怕往下动了。对吧，不错，但是我还是公平起见啊，这还算是获得了六分，对吧？获得了六分，我们三人组啊，所以我们第一轮这个团了才能吃，恭喜我们的三人组获胜。好，咱刚刚不是说过吗？这个游戏要好好玩，因为会有这个惩罚的环节啊。其实是我们每一轮完成的游戏呢，会开启我们的这个粉丝心愿池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给获胜组和失利的组合都失利组都有他们自己的这个任务，
好不好？我们来分配一下。赢了还有任务。那先让第一组的两位来抽。我们这是你们的任务，对，一人抽一个。我们不是平局吗？输哪了呢？没有，就只有一组赢了。嗯。下课。真的饿嘞。啊？这是土味情话吗？对。哦，土味情话是吧？失败的这一组就是你们要声情并茂的啊。我开始了。演绎一下。好。一周有七天，你猜我喜欢哪一天？你这个要选一个搭档啊。为什么要选搭档呢？因为要对话的感觉。来吧，耀文。那我就对林哥说呗。好，你要你哎，不是你，你得说。我看不见啊。不是，你看这儿。周天哈。OK， 你得回答我。啊。一周有七天，你猜我喜欢哪一天？周天。周天吗？不对哦。是有你的每一天。我就知道。太老套了吧。可以，凭什么骂耀文啊？你跟别人你说那个为什么？丹哥真聪明，丹哥。这个我知道答案的，你知道答案呀？没有，当然不知道。你上辈子一定是碳酸饮料吧？啊、对，为什么？那我记得还有味道过。因为我一看到你就开心的冒泡。我跟你说，我看到你我想打嗝呢。辛苦了两位。好，你也有。另外两位。辛苦了。麻烦给你们准备好一点。好，那个双人组到我这里领取一下任务。笑笑，你笑什么？笑死了，对，然后想说，他们惩罚，学会魔女，我们是奖励，你要抽一个，一人抽一个，这个是你说，好炸裂哦，来，站到我这边来，这个全国统一的，来吧，来，宋亚轩先说，你要先说吗？大家看好了，别顾着吃，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怎么做，是美团团购送来的，朋友们，我们来看一看，来吧，如果说的不过关，可以要求他们重说，好，你知道我的缺点是什么吗？等一下，再表演一次没看到，哎呀，我刚开始，哥，来吧。我已经知道答案了。你知道我的缺点是什么吗？缺了我。你很会啊。不是你别，你跟耀轩重新来一遍，来三二一。那耀轩也知道我这个。那杨翔说，你看，我们来玩三二一不同人不许动的游戏吧。好啊。我输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动了，因为我心动了。都是高手，这两位土味情话高手玩的太多了。土味情话的环节我玩了不下五次了。好的，我们的优胜组来领取你们的任务。你也收徒？来，我给马哥选那个。也是一种啊。不收徒。来，赫尔，你们这个是一个宠粉的福利，就是给大家，比方说现在已经是三小时后了，要结束一天劳累的工作和学习。哎呀妈呀！怎么了？你们要治愈系的啊，我看看让大家能睡着的啊。他们那个好像更难。那张真源先来吧，感觉这个先来吧，要治愈。先来吧。嗯。哎，你们能用这个？怎么自己笑了呢？哇！每个女孩都看这么简单，不属于你。每个人都是银河遗落在世间的星星。晚安。晚安，下一句。晚安。晚安。好的，好的。OK， 过关。张正元，我去背一下，不然没有情感体验了。哇，很认真。背一下可以的。来，别立你身。看你的专属机位。哎呀，我已经闭好一只眼睛了。就等你说晚安，闭另一只了。哇！可以，相信大家在路上啊。对呀。回避一下吗？小贺，回避一下。结束了。嗯，对啊。看我再来一遍吗？你是啥呀？算了。我已经闭上一只眼睛了，就等你说晚安，再闭一只了。哇，这个有点厉害。你这么说呗，是吧？哦，还得这样说呀。眼睛出问题了。该我了。小贺，到你了。哪啊？我已经闭上一只眼睛测试力了。你说闭上另一只，测另一只视力。祝你晚安，梦里有刚刚好的月亮。好，可以的。啊，这播音主持真不错啊。好，那大家我们回到这个我们的访谈区。可以回到我们的卧谈区，对，我们下一个游戏更精彩啊！同时提醒大家，在欢乐的同时，一定要记得我们直播间的右下角啊，有一个小黄车，里面有很多好的东西等待着大家。里面有我们时代少年团的炫迈和肯德基，都是特地给大家准备的专属福利，还有我们美团给大家挑选出来的这个超级补贴通兑品啊。千万不要错过，一定要蹲着我们的直播间了。好，那大家刚刚这个游戏啊，考验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手脑配合，接下来考验一下我们的团队的默契的哈，那以及你们的画工啊。接下来这个游戏叫画出我的团啊，是一个接力游戏。画出我的团。那规则是这样的，首先我这边呢有一些抽签贴，大家还是先大家传一下，抽一下，抽一个序号。那我要这个吧。对，
然后呢，大家按照这个抽签的顺序依次作画，然后抽到七号牌的是猜画者啊，是猜画者。你在最后会有半分钟的时间，对，来猜这一题。对，七个人做一张画，他们六个人做一张画，他们六个人做一张画。然后我来猜，对，然后每个人按照序号作画，每个人只有五秒钟的时间啊，就得迅速的画。加油，兄弟们！座位上都有笔吗？找一找，左手手边啊，没有的笔。这儿有。我们会进行三轮的游戏，如果说你们有两轮都能猜成功的话。我们就获胜了，就可以解锁我们下一轮的这个粉丝心愿池。好，那这个是你们的画板，一号是谁？一号是谁？谁是一号？好，从刘耀文开始画啊。嗯，等等，我要计时的，然后我也有题板的。啊，背面看见了。你知道题目吗？大家都准备好了吗？我不看。刘耀文没有题你就画了？我不看。你们画呀，我先乱画，找些手感，试一下笔是吧？先练一下我的这个。那先请丁哥，咱就是把眼睛闭起来吧。我走开，你走，他下班了。提示吗？然后这个呢，为了公平起见，连这个弹幕啊，粉丝朋友们，我也不给你们看啊。我看一眼啊，我回避。来，咱们看一看，咱们一起看一看第一个词儿。啊，我知道这个什么呀？这个有点长哦，都看好了吗？看好了吗？小贺，你看了吗？看了。丁哥都看到了。小宋，没看到。你快点。哦 ，OK， 明白了吧？都明白了啊。好。这表演标志假。来，刘耀文。好了。这怎么画？计时开始。五、四、三、二、一。好，第二号，下一位。二。你也得画这个。萨轩。五、四、三、二、一。好，下一位。你结束了，结束了。你画三号，这什么东西啊？羊。五、四、三、二、一，结束。四号。四。我。这么夸张吗？等一下，得画板到我手上才能开始计时。我不知道，这么夸张。我准备好了。我咋没笔？五、四、三、二、一，等等啊，我看看现在画到我们第四位，请别画了，都画出来个什么东西？先给大家看一看。大家可以给，就是在弹幕面前也可以来猜一猜，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反正我作为一个出题者，我是没有看出来啊。这个可以，你说我这个形象不？现在就剩下最后两个人了啊。五号是谁？我其实能看。好，传给五号。能看，先看，你看，你能看出来吗？猜不出来，能看。这我画的太抽象了。它是属于哪一类嘛？来，五号，五、四、三。二一，好，停，最后一棒是谁？最后一棒谁？啥？真源，真源，就是张真源。真源算是吗？张真源先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可以。在你画最后一棒之前是个什么东西？啊，是这个样子的。这是啥呀？看错了，画到了吗？没画呢。我讲实话。来，张真源，加上你的五秒。这是什么？五。一会儿再说。四、三、二、一。好，现在把我们的画板传递到我们的七号丁程鑫的手上。我们这样跟大家一起，都是线索，就是这样，都是线索，都是线索。来分析一下，来解读一下。这两个是哈哈，这个人放了屁吗？放了屁，太抽象了。哦，这是一个动物，不是，这是一个动物。对的呀，这上面这是哪个？这上面不是动物吗？是个你猜吧，是个东西，不能说，是个东西，是个这样，不是动物，就是丁程鑫，我给你一个提示好不好？你可以再分析一下别的。这个是哭的，笑哭了，然后拿一个心。丁程鑫，我给你一个提示，这下面是面包。他们画的这幅画呢，也是十一个字，丁哥，我的那一坨东西很有哪一坨？就是你现在摸的那一坨。这个。对。就丁哥，你要是知道这个的话，你就大概能猜出来了，对。我们还是把这个立起来，让大家一起看。那个是你解题的关键。然后我再给你提示一个，你这十一个字，第一个字呢是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很关键。你猜出了这个动词，你可能就离这个解题不远了。再给你五秒钟。对。出来一个动词，第一个动作。对。一个打。不对。哭。不对。笑。看，我跟你说，这想理解一下，不常规的，想不到。丁哥不怎么说。对，是一个动作，很形象的动作。对。跳。这个。差不多，勾，不对，踢，对，踢，二，踢什么？这是一，好，给出你的答案。然后是这么，这个上面画了个脸啊，说，
什么？好，第一轮挑战。揭开我的哭笑不得。来，揭晓一下。啊哈哈！踢到我，踢到棉花啦！是踢到棉花啦！对，大家一起来演绎一下。你算是踢到棉花啦！我其实我说不出来这句话。棉花啦！我感觉说出来好难受啊！为什么说不出来，廖文？我换的那个不是已经说出来了。这个哭笑是什么像啊？很没有用，很像我，算是踢到棉花啦！很像，不是？那这个是什么？算了。这个是谁画的？这是蒜儿。我画的呀。为什么要蒜儿啊？因为你蒜是踢到棉花啦。抽象，我就蒜字画出来了。对啊，你能把那个字猜出来就已经对了90%了。这个拉是谁画的？请问这个哈哈是啥意思啊？一开始的说话，对，哈哈哈。丁哥不想玩了。这是什么？这是那个笑容，一些抽象的东西。好，我们第一组啊，没有挑战成功。来吧，丁哥，好，收回来吧，兄弟们。这是怎么回事？这把有点像那我的宝座，哈哈哈，怎么掉了？难受香菇，还有吗？还有那个好，还有吗？大家的那个抽签纸还在吗？在。抽签纸我们重新抽一下。还差一个，我这儿。我们换下一个词。还差一张，差谁？差个一。一。好 ，OK， 来吧。来喽。这怎么还有记号啊？这谁弄的？快抽，快抽。算谁乱写？这是二号。来，快抽，快抽。等一下，我也知道二是什么了，我都乱起了。我只要不猜就行，我画给 ，OK。拼命运了，给我最后一张吧，抽一下。我觉得第二题应该比较简单，我要最后一张，最后一张，我只要最后一张，要这张，我要你们挑到最后的最后一张。没事啊，没事。哎呀，二挺好的。好，我要猜，谁是七？小贺猜啊，谁是一啊？我是。好，摆到一手中。猜那完蛋了。然后小贺，请你背过去。哎，相信我的画法。然后给大家看一看啊，我的画法，大家一起猜啊。屏幕面前大家一起猜，朋友们，这个是不是？这个很难吗？这个太难了。来，等一下可以写字吗？不可以，任何字都不可以，中文英文都不可以。来，写日期就好了。不行，什么都不行，数字也不可以。3、2、1，开始。我可以睁眼了吗？小丁，好，过下一个。不能画太明显了，给他。牛不牛？牛不牛？二十二。二。我不可以看。给他深一点难度。牛不牛？我这个。等一下，等。猜不出来。5、4、3、2、1，停。第三位，小宋，传给第三位。小宋不能画了，传给第三位。没事没事，可以补救。怎样？拿上才算啊！哎，笔拿上才算啊！来，我画了没画？我来计时。画了没画？5、4、3、2，这啥？好过。明明灯啊，这是增加难度是吧？那我也必须得搞点。5、4、3、2，可以，过，可以。来下一个。还有五个人。哎，除了他也看得出来啊。5、4、3、2、1，过，这越来越抽象了。这怎么像个人？来，5、4、3、2、1，过。还差一个，好，还有吗？没有了。还有吗？还有吗？没有了。来，我们现在先展示一下，画了看我能不能完，让小贺展示给大家看。好，小马最后一张画完是这个样子的。我的天哪，好可爱的一个小人偶啊！好，小贺猜出来了吗？很明显，这很好猜吧？三个字，我以为多抽象啊，几个字啊？三个字。你别演了，你猜出来了就别演了。你能说点别的出来才厉害，我想知道。小贺猜出来了吗？你说个什么？重庆站。哦，再猜，再给你一次机会。重庆站后面几个字？楼间楼。重庆站后面几个字？后面。体育场，少年场会。哎呀，这前面可以回答正确。哎，在哪？这儿。恭喜回答正确。我以为多抽象呢，画的还不错哈。那还算是挑战。你不如直接告诉我答案得了。5月3。好。赢了也是赢了。赢了也是吧？赢了可以开启我们下一个粉丝新的池。好啊。没有，真的输的那个更惨，这个还好一些了啊，就是你们很可爱的表情包，小时候的表情包，哇哦，每个人认领一下自己小时候的表情包吧。好爽，不是我，哇，要我好可爱啊 ，sorry，
哇，这是这无疑是打击我自己，是真的蛮少的。我这个丧尸岛，没事，我来拍一下。江哥 ，Oops， 江哥，小段，这啥呀？我应该没什么表情包。这爱哭包，我都记得这个台词。看那个舞的，这台词啊，这不是亚轩那个。我一会儿来分享一下，这是马哥囚禁的唱，还做了一个加上的那次。这个不就是那个小猪佩奇吗？穿了睡衣。我们现在这样吧，我们每个人来模仿一下自己这个可爱的表情包，并回忆一下当时是什么样的情景。我觉得就没必要回忆了，没必要回忆，我觉得没必要回忆了。什么？张哥，是那首歌吗？张哥，你跟张哥唱的那个。老麦的。啊，是他是。我跟夏夏有过，没有没有。是这个吧？是。好，来。是那马哥，马哥上来吧。打哑谜吗？我要模仿一下。对，模仿一下就可以了。你说的 nobody compares to you。那是太早了。是这，我感觉是这个意思。来试一下。我应该是在这样。这个舞练。马哥上来。舞练。对。神奇的像。对。好像是。哦呦，可爱。那是几岁？我唱的什么？还记得吗？记得了。不记得了。这太小了。好的好的，嗯，六，小丁，是吧？丁哥，哎，到你了。London, your own style。这个吗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丁哥，嗯，你们当时真的这么唱，真的这么唱吗？可爱。他的牌。这是几岁？你刚刚说那这应该是我十四、十三吧？那我现在这么高，更小啊？我觉得台词是我喉中一雷啊。对。可以可以，我喉中一雷啊！这不是你下一个时期吗？小宋，我这个就是我家的，这眼泪是我家的。捂嘴，我都不记得这小提裤子。这是在唱歌的时候是不是？不是啊，这在干嘛那个时候？那在做游戏的时候。做游戏的时候。不是，这很小了吧？是啊。天天向上，是不是天天向上？好，舞练吧，这一期。这怎么谁啊？被吓哭了，我的天啊！谁被吓哭了？当时在干嘛记得不？当时去什么丧尸岛吗？这不写了。我来给你添几笔吧。为什么哭啊？被吓到了呀！真被吓到了。是因为他先哭的。啊！你现在还怕吗？不怕了。因为看到亚轩哭太感动了。来，小张，到你了。该我了。嗯，先展示一下。我要模仿是吗？嗯。你挺尴尬的。我的镜头呢？我可以帮你听啊。这儿，然后是右手吧？嗯。哎呀，这什么呀？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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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开心的这张。对。小严。啊。嗯，该你了。哎呦。是这样。还蛮像的。这边杨对比，好像啊。十七了。这是几岁啊？最早的这个是刚进公司的时候了，哦，对，好像是，那蛮久了，好久了，这个还没进公司，你看见吗？小贺，我这个，他在公司生的呗，十八楼生的，我这，这怎么模仿？小铃铛，跳宅舞的时候，当时在看谁呢？可以的，宅舞小铃铛，截屏保存了，你当时在看谁还记得不？在看天，确实在看天。好的，是吗？谢谢弟弟们给我们带来满满的欢乐啊！又回忆杀了，大家该截屏的截屏，该录屏的录屏。好，那接下来这个更精彩的游戏环节，我们会在我们的游戏区来完成。我们看你裤子，游戏区来有请，放下手中还在画，别画了，放下我们手中东西，到我们的游戏区。好，也再次提醒啊，屏幕前的朋友们，在观看派对的同时，也别忘了看看我们右下角的小黄车，里面有时代少年团代言的炫迈，还有肯德基，快过去！哇，你好帅！你看我这个，哇，真的，是吧？对，还有我们美团为团宝挑选的很多的福利品，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超级补贴通兑品。然后我们的这个福袋也积极的参与啊，我们整晚都有很多精彩的东西。阿总，不要画了，朋友啊！不要画了，画家，你别画了，画家。好了， Sorry. 接下来拍拍我的团这个游戏，看到这个画包，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吧？耶、yeah. ！就是那个，啪！啊，小时候经常玩。游戏很简单，接下来我们还是再次抽签，按照顺序上场，然后谁能够在一分钟之内把这个东西拍翻过来，就把正面翻过来。数量越多的，无论何种方式啊，但是一定要通过击打的方式。
翻过来越最多的就获胜了。获胜的那一位成员可以给其他六位挑选他们的惩罚方式，哦、好不好？我们抽一下签啊！哇哦！好了，谁是第一位？好，那我们就先让张哥站在我们的中间，就直接打呗，就在这儿。对，张哥来吧，在这儿打呀。对，我们散开一些，给他一些发挥的空间。他要干嘛呀？一分钟之内，你可以只要能翻就行。一分钟啊，对，能翻过来就可以了。拿一个打就行吗？对，只能拿一个打。计时了吗？来，计时开始。哇！哎，然后一个，这算是一个，两个。哦，哇，三个。四个。哇！真的，这游戏不是这样玩的吧？别打死我一会儿。一会儿地上的还可以继续翻。刚有一个，哎，你小声。我的天哪，这个都裂开了。让张哥第一个玩这个游戏，太可怕了。张哥，你要好吓人啊！我张哥，你要把桌子掀了。张哥感觉是来泄愤的，你知道吗？张哥，你今天是从哪来的？是不是小时候这个游戏没赢过？你今天来我直播之前在干嘛？下面可以继续。张哥，今天谁没让你吃饭行吗？不是，这怎么打呀？张哥，这聚在一起。张哥，这五，这四。来，再打一波，这二一，好，来，等等，时间到，我来数一数。我的天哪，你太可怕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个打翻了的，十一，彻底打烂了。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五个，那还有一个，那个呢？哦，那个还有底下还有一个。捡回来，那里十六。哎，我是把这个，如果只要打分，大家别下去了，我来，你们别下去了。可以，十七是吗？重庆也都算一分了，是吗？来，回来。我知道了。我的天哪！我采访一下张真源，你刚刚上直播之前在干嘛？我上直播之前我有压力，我现在就要泄愤。开玩笑的，开玩笑。好，就是很好的一个解压游戏啊！太紧张了，我现在要放松。感谢我们的美团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谢谢美团给我这个机会。十七个。嗯，刚刚有一个已经打到了我们摄像老师的后排，哎，咱就是说张教练的这个劲儿，嗯，好厉害。二号选手是来一个。酷十二号。我。你要想啊，压力大不？还好。嗯。对，我相信你可能有一些别的脑洞要发挥了啊，所以接下来咱们这个话不多说，计时开始。等一下，听哥还在拼这个。好的，来计时开始。哎呀，你这威力没大。哎呀，哎，我一个一个翻是不是？这啥意思啊？你在干嘛？不可以，不可以，不行，快点，哎，好，你现在有两个了，想每次打一下。哎，刚刚是怎么了呢？地震了！桌子抖了一下是吧？哎，你看他的技巧没有？他把这三个不算翻过来。我跟你说，这个也不算。哎，这不行，不是，你就击打他，你就说他翻没翻吧？他击打了，你快点！这哥们真的夸张，这哥们好夸张啊！这哥太夸张了！哎，我打回去了，你刚把自己的。哇，哎，那个是翻。这个他不管打没打着，反正自己手上那个是一定要翻过来的。不是，怎么还有没有的呀？一，好，等等，我来数一下。我觉得这至少得除以三。对，我要除一二三四五，这个方法。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二十三。那个，那我就当你二十四。那这样，你给我减五个。对，除以三。你给我减五个。你除三太八个。八，你除三太过分了。八个。你除三太过分了。真的，我哥除三都算。除二吧。你除三太过分了。除以二吧。除二吧。送一个再除三。不，你再多送我一个，十四个。凑十五个好吧。十五个也行，十五个。凑我十五个好吧，凑过去。反正不要讲究过。二十四除以二是十二，你就算我十五个，管他呢。不行，我十五个。十二个。十五个。下一位。导演都 OK 了，给我了，导演都 OK 了，哎呀，下一个，没事，浩翔，自己的烂摊子快收拾了，太抽象了，我真的是长见识了，浩翔，桌子先，太厉害了，我本来也想到这招，哇，这个你好沉啊，用了，你知道为什么除三吗？因为你犯规两次，一个是这样的，一个是踢了一下桌子，我没踢，大家回放，我是用手拉的，好，我错了，好。
你在张哥十七啊，浩翔十二，我十五。哎，反正也赢不了，反正十五就够嘛。哎，我就算算十六点五也行啊。也可以啊。好，你说的对。做那个，做那个。好，第三位是谁？我啊，我啊。好了，不摆了，开始了。没摆，等一下，等一下。这是哪个？这干嘛？没摆，没摆。等一下，等一下，这是在干嘛？不是，马哥想玩这个吗？马哥，我现在开始计时了，你可以摆。啊，等一下，好，我计时了吗？来啊，三，哎哎。太恶毒了，让他摆着，让他摆着。别看，来，你给我看有没有效果。反正我是下一个，我可以。你们试一下，你们试一下这个方法嘛，对不对？来嘛，来嘛，试一下。来啊，主要的就是尝试。马哥，记得记得计时开始。马哥，马哥要玩脚没？那确实也没啥效果。哎呦哎呦，可以啊。蓝旗别飞到我。哇，可以，不是一个飘，一个都没翻。哇哇，你这个闪开点，闪开点，马旗，马旗，看这个飞镖，没事。马哥，你是不是在打水漂啊？水上漂，不是马哥，马哥，哎呀，可以的，马哥，没事，这样拿，这样拿，这样拿，建设，马哥，哎呀，哎呀，马哥，哎呀，哎呀，哎呀，你这几个了？哎呀，哎呀。哎呀，可以，还是很厉害的，很厉害的。马哥，导演让你翻面了，啊，直接翻面，好好好，没有。好，可以，这三个继续，还有十秒。搞笑啊！可以。马哥怎么这么搞笑啊？嘿，哎，五、四，哇，加赛。三，不是马哥，你这么打，你就这么打嘛。一，好，我们看看，这里是五个。十个，十五个，十六，我这么玩，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凭什么？然后这个打伞的再算一个吧。那么费劲。二十二个，怎么会有没几个？没有信三个，二十二个，没有信。那你要不把我那二十四个算上？我多实在啊，我这打。这样，二十二个，挺厉害的。夸张了。对，就是目测是没有明显的犯规啊。太夸张了。Good night， 没有犯规，目测是没犯规。我这么。你们在干嘛？休息啊！只能往下打，只能往下打。二十二个，这个打得起来，太夸张了。好，第四位是谁？我。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呀。给你十秒钟摆吧。要摆吗？不摆了啊。就往下打了。好，来。谁啊？来，我们四号选手刘耀文。接下来计时。加油，耀文，加油！开始。哎。原来是这样玩的这游戏啊！我刚刚是纯来释放压力了。哦，大家保护好自己那个。完了，捡上来继续。保护好自己。刚刚有人伤到我了。要我要复仇吗？这么小心打到我。哇，你好好从容啊！你还有三十秒的时间。哎。你看杨浩翔附体了，不是，分点给我们，他自己翻了，你看，对，你就说他是不是自己翻的嘛？分点呗。杨文结合了前面几位哥哥的这个心得体会，他这样就是自己翻的，那那又跟我没关系，自己弹才翻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跳舞，当个铲子。五，这还有一个，四，这还有一个，三，二，一。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成绩。很不甘心，这两个，很憋屈，四、六，有点多啊。八、九，哇，这么多。十、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你多少个？二十五。还有还有一个，那边六二六二十六。这还有一个，底下有一个，这还有一个二八。我天，不行，那儿有一个。那个没有。这有一个，这有一个。哦，那翻过来了，二十九。二十九。三十，这这这，哎，这儿有一个，哎，打到下半场，这是翻过来的，多少？三十一，多少？好的，三十一，这游戏，好的，三十一，能进阶到这种，那我觉得我二的除了二十四是不是也可以算？这样翻过去，不给你除了，直接我的二十四是也可以算了。好，加油加油加油，继续，后面几位，你们是谁？我睡觉喽。你们还有别的那个脑洞吗？和打开方式吗？这个游戏没了，拿枪崩包可以不甩吗？直接铲。三十二。等一下，这样，斌哥，斌哥，
我抓着这个，然后你把我扔出去。然后小贺，等一下，你信我？计时什么？计时开始。丁哥抓着那个卡包，然后把我扔出去，我过去把全翻过来。他这一下抖出去十个差不多。哎，哦，好聪明！先拿走啊，你把这先给我了是吧？哎。厉害的，我刚刚没还可以码呢，是吧？还有点像那个，导演们小心啊！你玩过那个放屁那个没有？放尖叫鸡哪？放屁是什么？打一下你在推的那个，推屁的那个。小贺，你放屁好好玩。推屁。学了某些武功，你还有时间，慢慢来啊！不着急。这两个不是一个东西，他说他我的推屁的那个机器，东西都给打出来。推屁那个九。八，小心那个。七六，电玩车。四，那种。三，二，一。哎，好，多少啊？很难受，很难受。你这真的是给主持人增加工作量。这有点多，我给你拿着吧。哇，有点多哦。三，八十个有吗？四，太多了。哎呦，五，什么玩意儿？电了我一下。六，喂。笑死我了！七，哇，电了我一下，十，是不是？十一，十二，十三，哎，你怎么给我全部翻过去？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五，这边没数啊？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十，二十二、一、二二、二一、二二、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这么多？等一下，哦，三四、三四、三五、三六。三六，不是，这些不是，这些不是，这些不是。朋友们，这边二十二、三七、三八、三十一，他刚刚还没数，先给我翻过去了。三十一，我不知道有多少个。我人在床上睡，这个分数从天上来啊。这游戏还挺累。二十四，下一个。这打到现在好像基本上都能打到三十个了啊。谢谢谢谢，好，还有几个？谁又开始布阵了？两个，还有两个没打。下一个是丁哥吗？对。哇，丁哥你这个白发，你们还有这个吗？我的分数靠你们俩了，你们俩就摆就行了。不是，你这个全部打下去，你们把工作人员逼疯了，还在给你们叠。可以了，可以了。好。来吧，来吧，我开始了啊！打回去。好，来，翻过来。丁哥计时，三二一，开始。哇！快摆，快摆，快摆！你这个小聪明，这好像也没毛病啊，拍打翻面是吧？对呀。行，这个。这个马上要举行奥运会了啊！这个组委会可以看过来，啊、咱们就是一种全新的运动，又被时代少年团发明了。算了，这个也是挺考竞技精神和体育精神的啊！咱就是说，精神是吧？李承鑫为我们差不多了，人类的体育事业啊，感谢时代少年团，好累，贡献出了一些 idea。还有吗？还有时间啊！从打宝大赛变成了花样打宝大赛啊！哇！还有时间，五、四、三、二、一，停！难受不？难受不？我刚也这样。这有啥难受？来，谁都不要动，我来数。没说啥。你数有几个没有被打翻吧？我三十多个，我都是。一二三四，还要穿球鞋。这儿啊，你得分我们五个吧？对啊，你也分，随便。你是六个吗？你有用吗？四十一个，哇，厉害，太厉害了。对，四十一个，出汗的擦擦汗啊，四十一个。多少？多少？你别说了，就是四十一个。不比了呗，兄弟们。你可以的，你没发现是一个比一个多吗？开始。十号像四十一个。最后一个是谁啊？我。你有什么方法呢？你擤鼻涕掉。哇，太厉害了。你要干嘛？你可以全部翻过来先吗？先多用过了，用过了。我不知道啊。来个颠一点的。哪有这么颠一点的？哎呀，这样来喽。这样，这样啊！等一下，这个怎么？哎，这样，这样，你就把我，你就拉着我这个，我帮你。哎呀，
至于怎么帮你，你就只需要挥动你的右手就好了，剩下的我自会帮你。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没玩，最后一个还没有玩，最后一个了。对，好，宋亚轩来来了，好，来吧，计时，你就挥就行了，右手挥就行。三二一，开始，挥就好。想跟玩活吗？不是，干嘛呢？我是卡片啊。三把，这没问题啊。哎，不行，断了，没了。这些是一些什么独特的游戏方式？等他累了，就是他实力，这个翻牌嘛，这没问题的呀。这比你刚刚那个球头还这个，就是你召唤了一个那个帮手，这是什么？对啊，对啊。来解释一下，我怕现在有人刷新我们的直播间，就是看不懂。就是宋亚轩召唤兽。召唤兽是、召唤兽是吧？对，召唤兽，你的美团宝贝，对吧？你没发现我会跟着这个卡片一起动吗？就是他挥动这个卡片，我会跟着跟这个卡片一起动，这是为什么？杨翔热不热？非常热。杨翔，我知道了，就是他召唤出了一个卡片里面的神兽，对，叫杨浩翔，帮大家翻出所有的卡。对，我这个多少？可乐，你还有20秒，继续。你还没有摇吗？这儿还有植物呢。是，好。来，你这个就算你个40多个吧。这样吧，来，这个游戏结束了，你来颠一点，站成一团。我只可惜我是这个，我也想喝个冰红茶。我是第四个出场的，我如果这个出场，我站好大家，对，一个冰红茶了。我总结前面六个人，颠死了，累死了。哎呦，来口冰红茶。哎，炫迈脚脚，炫迈，等一下，这个成绩已经出来了啊。但是作为我不想看这个成绩了。作为本场唯一且神志上还是比较清醒的裁判，我只能评出一个，就是犯规的那个次数相对比较少的。亚轩啊，我呀，亚轩啊，难道不是我吗？难道不是我吗？一个算是马嘉祺，使用没有使用召马嘉祺，马嘉祺，所以叫做并没有禁止说使用召唤兽，我没有吗？你说我哪犯规了？最说，我哪犯规了？我这儿也不算分瓜，不是，你听我说，那你先送我五个，就是、然后我就说你听我说啊，我就是要送我五个，综合了这个成绩，还有犯规次数来说的话啊，我觉得有你这啊，马嘉祺还算是，我要提出上诉。一会儿的规则，你也有一个奖，你是今天这个体力消耗最大的。规则并没有禁止使用召唤兽，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评出来输赢啊。我被黑幕了，所以呢，就由我全部惩罚。为什么？我自己都说不下去了。本来是让你们赢的那一刻，给其他几位挑选出一个惩罚的这个规定动作。给马哥选一个惩罚的动作是吗？没有，给马哥选个惩罚的动作。没有，是这样。马哥，你为他们来选一个。我来选是吧？你站到我这边来吧。开始选啊。就是这里是形容词，是大学生，这里呢是一个名词，你替他们选一个，让他们来现场演绎，就按这个顺序吧。那要不是，你就选一个，你就选一个。马骝是什么呀？不是马骝，猴子，是猴子。你刚刚怎么读的这个词？马骝，这叫什么？刘耀文读马骝的方式是马骝，马骝这个马骝啊，对，马骝猴子。那所以我是暴跳之类的马骝。你看。不是，你就选一个词，让他们六个人都模仿。我知道脆皮大学生，你可以组合一下，弄一个好笑一点。好，等一下，等一下，来，就这个意思。你不要想着跟我套，没有想跟你套近乎。六只马骝啊，钱包，六只马骝，不，等一下，有没有可能你也在？是，你也要一起，七个人一起惩罚。不，他先为你们挑选，然后他我们再给他挑选，是吧？你怎么知道？小聪明。OK。我先选完啊，两只上蹿下跳的马骝，我们两个人。两只上蹿下跳。好。然后，继续选。等一下。一起演一会儿。张哥跟丁哥，你们俩是。我。恭喜佳佳了吗？你们俩是精神焕发的显眼包。精神焕发的啥玩意儿？好的。小宋和小宋和小贺是。完蛋了。找八人是什么？我想要显眼包，马哥。婀娜多姿的不能选，快点，快点，马哥。婀娜多姿的干饭人。好的，你们几个先演，按照刚刚这个布置的任务。那我们上蹿下跳，对，一起演啊！哎，我们给他几秒钟准备，然后你们六个一起登场啊！站好了，
什么叫问？我觉得一组一组演，一组一组演。先请我们，先请这个上窜下跳的马楼登场。真的呀？真的呀？这么抽象吗？对，可以跟他互动一下。已经开始了啊！这人是啥呀？精神焕发的。哇，这两位真的是表演专业的，可以。像我本人吗？我知道，不是我惩罚我自己呢。等一下，我也可以。好，这个算过啊。来，下一组，下一组啊。显眼包是我们俩怎么演？我们俩啥来着？显眼包是啥呀？显眼包怎么个显眼法？这样抄这个吧。显眼包啊，显眼包就是。显眼包就是显眼包。来，你们俩开始，三二一 ，Action！ 显眼包，这好难演啊。不，显眼就包，显眼就包。横着走。显眼包就是。做一些非常夸张的东西，就是对对，张哥，很没错，张哥，对张哥很厉害，哇，可以送我，好可怕呀，这个，好诡异，可以挺显眼的，丁哥，我给做了，丁哥显眼一下，哎，丁哥跟你显，怎么显眼包啊？也行，这好像好配啊，也不赖，来。可以干犯人算过啊，该好，最后一个你们两个多资格干犯人了啊，三二一，对着他演，预备开始。你不够婀娜呀，你这个，你们可以有一些走位调度，快扭起来啊。快去找马哥吃饭，马哥，我的天啊！快去喂马哥，喂个马哥吃饭，喂马哥吃饭，喂马哥吃饭，马哥已经石化了，喝喝喝。好好，马哥不通过，继续喂。好，可以过关，过关，过关，过关。那我是给马哥要选一个。那这样吧，我们一起给马哥选一个吧。对啊。好。为什么呀？上蹿下跳。蛙是青年。我觉得蛙系青年。蛙系青年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你解释吗？我理解吗？或者是悲喜？你们不理解吗？不懂，不懂。你要我解释吗？解释一下。哇哦。你们年轻人，你们真的不知道。发挥啊。加拿大蛙系青年。我觉得应该就是很喜欢蛙的青年。啊，那就悲喜叫加拿大蛙系青年。能不能给他选一个？上蹿下跳的蛙系青年。选一个角色，然后都来一遍。我觉得多想换一种情绪。哎，悲喜交加。我只是提了一个角色，悲喜。对，选一个。那就悲喜交加吧。悲喜交加和那啥，剧欣喜若狂。欣喜若狂。两个转换。先欣喜若狂，然后再悲喜交加。蛙系青年。对，蛙系青年。我们说转换，你就马上喜怒哀乐的话。对，然后就是悲喜交加，就是悲喜交加，就是情绪的转变。马哥说我是录的综艺嘛，现在是。还要是蛙系青年。那怎么我呀？八点到教室。来，给我展示一下吧，悲喜交加的蛙。老师没来。来，朋友们看好了，看好了，看好了。那不是青蛙吗？来，先洗。我们蛙系货呢？来，就是我们经常玩的那个。悲喜交加的蛙系青年。哎，三二一，走，开始。哇！欣喜若狂的蛙系少年，哇！精神焕发的蛙系少年，上蹿下跳的蛙系少年，马哥快！哇！好了好了，掌声掌声掌声！不是，好的，非常棒。我们一步这个，我们卧谈区，我们要直播才能这个样子，我们要卧谈了，朋友们，没事，开心的卧谈一下。今天我的直播是不是很精彩啊，朋友们？是的，我们精彩继续啊。那屏幕面前的大家也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的小黄车，里面有我们时代少年团代言的炫迈，还有肯德基啊专属优惠，以及美团为大家准备的我们通兑品啊，超级补贴通兑品，还有我们的团次礼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走心的聊一聊。啊，在此之前呢，我们还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好东西，是不是？比方说我们生活中的美团 APP， 让我们的衣食出行、吃喝玩乐都更加的优惠和便捷。是，无论是你开心不开心，自己在家还是跟朋友们聚会啊，我们都可以在美团上面找到适合生活的节奏。对，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大家期待已久的南大宿舍卧谈。啊，你们平时睡觉的时候都聊什么呀？聊一些走心的话题，是不是？那都有，对我们这一路的成长，你明天多久上？对，离不开爆米花们的陪伴，是不是？对。那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4月23日呢，我们的美团官方直播间征集了很多粉丝们想和时代少年团分享的话啊，还有一些祝福，那装满了这个美好的漂流瓶。接下来我们每个人抽出一张，好不好？好的。来分享一下。OK。读出这个美好的祝福，来分享一下。哇哦。帮你抽的，
放火眼金睛。对，我给你拿下。那谁先开始？都可以。谁先开始？那就这么重吗？随便。可以啊。那我就行，过去了。小严开始啊。好。干嘛今天？喜欢你们三年多，快四年了，哈哈哈。那时候刷到你们，不知不觉就喜欢上了。要说具体时间是没有的，喜欢就是这样悄无声息的，讲了很多废话，呜呜。祝时代少年团演唱会一切顺利，还有祝各位爆米花们在演唱会期间拥有最最最幸福美好的时光。哇，谢谢，嗯，对，很真诚的祝福，送给你们也送给爆米花，对不对？对，是的，也要预祝你们这筹备一切顺利，对吧？是的，嗯，继续，下一个我，好，小丁，其实最近状态不是很好。对于未来十分迷茫，但看到你们就会感觉自己又充满了力量，我的世界里又充满了光，你们好像太阳一般成为照亮黑暗的光，给予我前行的力量。哇哦，其实有很多时候我觉得大家就是他们也是我们的光，也给予了我们很多力量，就像家人一样了，哦，那么多年了，确实，嗯，好的，谢谢，彼此陪伴吧，嗯，首先祝你们演唱会顺利啊，真好，你们又要开演唱会了，这又是又会是一场盛大的见面吧，我相信不论是你们还是所有的爆米花们都会非常非常期待开心的，我会一直一直期待，会一直一直支持你们的，超爱你们，我们会努力的，对，是 get 到这种能量了，都读笑了，对，高文，谢谢，好，我们继续。好，干嘛？我念好，很高兴能看到你们越来越好，成为更加意气风发的少年。希望你们可以一直保持对生活的热情与欣喜，尽情去看更多的风景，站上更高的山峰。爆米花会永远陪伴你们。山东，山东欢迎亲爱的小张，老乡。预祝重庆演唱会顺利进行，良言绿毛，谢谢。哇哦，谢谢，谢谢。我们继续分享，来感谢了小张，我来吗？来吧，时代少年团，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好，我喜欢你们的音乐，喜欢你们的表演，也喜欢你们身上那份纯粹和真诚。希望你们能够一直保持初心，不忘初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会一直支持你们。暖心的祝福。哎呀，哎，张哥，用心了，用心了。没有，就是。张哥动情了，很感谢你们，对，然后张哥用心，你们也是独一无二的，是的，谢谢。哎，空了，小宋，好了，亲爱的小石宝宝，我们演唱会见。从开始追梦的轻松自由、无限憧憬，到现在的全员成长、荣耀加深，感觉你们在这条路上越来越坚定的感觉，未来一定会更好哦。Yes sir， 谢谢。谢谢满满的祝福，小贺。嗯，嗨，我最爱的十团少年们，不知不觉喜欢你们已经三年了，庆幸你们出现在我的青春里，陪我一起成长，让我成为更好的我。是你们为我的生活增添了更加绚烂的色彩。接下来的旅程，我们还要一同走过。希望未来你我顶峰相见吧。哦，希望。谢谢大家的祝福啊，我们在现场能感受到满满，可能只是少少的一个部分啊，但已经代表了我们爆米花们的心意。好，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已经预告过啊，时代少年团为今天所有在我们美团直播间陪伴大家的粉丝们友朋友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现在已经在我的手上了，就是有着时代少年团亲笔签名的这样的一份团次方独家礼盒，请大家小小的展示一下里面都有什么啊？哇，沉甸甸的一份礼盒，满满的都是他们的爱。哇，一份写真集，迅速的过一下，不给你们多看了啊，很值得纪念。看一下呗。然后有，一会儿给你看，给你看。对，有我们的手机支架，啊，有我们的这个邮票明信片的一个套装，还有我们一个 DIY 的一个餐具盒。还有餐具套装啊，都会送到你们的手中哦。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倒计时好不好？我们倒计时三个数，来，三二一，好的，左上角的福袋现在开启了，赶紧去点击，我们三分钟之后就会开出这一份
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大奖，大家赶紧啊把我们直播链接分享出去，然后点击我们这个福袋。与此同时呢，也不要忘记来关注我们美团的官方直播间，获取以后更多精彩的内容和不容错过的福利啊，也要看看我们右下角的小黄车，里面有我们给你们准备的很多好东西。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美团官方直播间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很棒的礼物啊，价值1123元，1123，这个数字不用多解释了吧，现金券2张，朋友们，2张可以通过我们左上角的福利会进行发放啊，大家赶紧分享我们的直播链接，邀请更多的朋友一起加入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份好礼物。好，接下来要进入一个本场非常重要的环节，是什么呢？什么？不知道。枕头，枕头大战。来移步我们的派对区。谁的鞋掉了？我的。好的，一会儿提醒我。哎，没有枕头啊，快抢啊！这个打掉毛的那种啊。来，我们先来准备一下啊，也提醒一下正在收看直播间的大家。首先呢，我们这个倒计时一会儿会开启的，我们这个团资方礼盒。同时呢，我们右下角的小黄车里面有很多这个为大家准备的好东西。我来说一下规则，大家拿好。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美团酒店专区，来站上来，我们美团酒店专区。对，然后大家每个人现在先拿一个我们美团酒店为大家准备好的枕头。这个规则是这样的，大家一会儿在我们的这个美团酒店专区，然后我们用这个美团酒店准备的酒店来击打对方，然后其中有人离开了这个美团酒店专区就算是淘汰。好的，好不好？然后过程中呢，大家注意安全， have fun。 然后感谢美团酒店被对这个本环节的大力支持。谢谢。那现在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那我们倒计时，我这么毛啊，我也参加是吗？2、1，开始，开始。什么鬼啊？啊？还有这个环节吗？你们，哎，不错，下了。天哥有枕头了，我也可以有啊，你们快点。怎么下面你们那个你们是有任务的，我告诉你们。我们什么任务？你不要打搅我，还要说口播呢。哎，来，口播。美团青春代言人，你们先打着。时代少年团直播即将进入尾声，但这个呢，不代表啊，说好的结束。我们五一的假期马上就要来了，爆米花期待已久的TNT 五一假期出游大片，马上就要那个奉送了啊！而且各位爆米花呢，可以跟我们的 TNT 一起来感受夏日的青春盎然和活力，在这里提前祝大家假期出游快乐，然后抢到那个演唱会票的朋友们要恭喜你们啊！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有很多的预告。今天晚上的24点，还有美团青春代言人的签名照等待大家，所以千万不要走开，不要离开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呢，还有接下来的25到28号。美团官方直播间还有为期4天的直播啊，我们还会在我们还会在直播间放送我们时代少年团的精彩独家周边啊，哇哇，还有这个签名照不定时的放送，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起来，不许切走，关注我们美团直播间，我们更多精彩内容下次不见不散。哎，我没扔啊，拜拜。什么玩意儿插我脚里了？羽毛。我们的礼炮呢？插我脚里了。谁啊？我无语了。天哪，好好玩啊。